那天，我遇到了最完美的女孩。她慢慢朝我走近，然后她……先生，结果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该是这样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不，我要改变这一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是我今天穿得不够帅吗？衬衫是新买的，还是最新款的？鞋子也是最新买的，难道是我有口臭吗？问题出在你的脸，你的脸，你的脸。我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我可是荣获30家早餐店阿姨认证的帅哥啊！